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虎不起草的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，这是1336集的节目。我们在开始今天分享这个 Kingdom 这一波的鲁莽之前呢，先跟大家解说一下，在上一期我在录这款核心级的 Stars Queen 的时候呢，有朋友呢看到说呢，好像有一个断剑啊，因为当时呢我就觉得是很奇怪啊，我就反复看了一下，并没有任何的断剑啊，特别可能大家会去怀疑到呢。是不是这个地方里头有这个断剑啊？那主要是怀疑，应该是怀疑这一块吧。但其他的一个所有身上的卡扣啊，都没有任何的损伤。那我就看了一下画面啊，确实非常巧的是呢，当下我的这个指尖那边真的掉了一块白色的小碎片下来。那我后来呢，就在桌上找到那一块碎片啊，那个是一块很小块的墙面上的油漆的一个小碎片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巧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刚好就刚好出现在那边啊，所以并不是这个玩具的断件啊，没有任何的损伤啊，就反正就是这么巧合一件事情啊，那就跟大家做个简单的小说明吧。那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一款 Audible 的一个鲁莽，当时呢在玩具店是先看到，但是呢果断的呢并没有想要先把它带回家，而是呢慢慢的等我预购的那一款呢抵达我的这个收藏的柜子里头啊。那么主要还是来自于说呢，这个家伙的话呢，我并不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的角色，然后就想说呢，那就等这个一次买整套的话呢，价格会比较低。那最后也到货了啊。那前两天的咳嗽啊，也让我确实是苦恼了一段时间。那今天的话呢，觉得已经好上很多，就给大家呢拍一款蛮简单的小玩具。对他呢，我可以说呢是并没有什么很大的期待啊，但是可能也因为这样吧啊，所以呢就也觉得还算各方面来讲还算也可以吧啊。最糟糕的部分呢是后面这个空洞，除此之外的话，这个人物的造型坚固来讲还算是挺饱满的。那面雕的话呢，银漆感觉是稍微厚了一点，就感觉呢五官的话呢就稍微有一点糊了，特别是嘴唇的部分啊，好像就不是那么样的精细。眼睛的这个金属蓝倒是挺漂亮啊，我们在正常的打光下呢，你看你就会发现它是有点金属的一个光泽啊，看上去还算炯炯有神了。那手臂上面的银漆呢也算是给的比较慷慨一点点，手臂的可动也算是挺不错的。那手腕无法转动比较可惜。大枪的话呢则是有非常不赖的金属涂装，那你可以看到它原本是这个橘色的部件下去上漆的，你包括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原来的一个塑胶色。那武器呢也是有点小乾坤吧啊，如果说呢变形成车子的时候，它是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拆解的，你如果不喜欢拿在手上，你可以把它背在背上啊，或者是呢把它给放在一个侧边，那放侧边是感觉是比较奇怪啊。那我是感觉吧，这个家伙呢你还是让它拿着枪好了。那刚刚也跟各位展示过了，它的这个像是防爆盾的这个东西也可以背在后面，那腰身也可以转动，脚的话呢前后左右踢都没有问题，可动度的话并不算太差啊。然后也顺便讲一下啊，它并不是一个球形关节，这也是这一波的玩具呢会让我觉得比较欣慰一点啊。球关虽然好补救，但毕竟质感上感觉还是略逊一筹。那么它的一个背包呢非常的大，但是里面整个是空的。那这个背包的放法的话，我个人是习惯是放成这样啊，它其实是有一个往上搓上去啊，跟往下放到底，往下放到底的话呢会影响到它的一个可动比较多，所以我是往下放到底之后呢再往外推一点点角度啊，这样呢我们要转头啊或者是掰手啊也会比较容易一点点。那么呢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它的变形，还算有一点意思，脚比较好玩，手的话呢就稍稍有一点小纠结的感觉啊。我习惯把背包整个给打开，然后的话呢可以先把它给往下面翻一下，然后呢手臂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里啊，这里有个洞啊，这个洞啊到时候是要扣进这里啊，所以的话我们先把这个手臂呢整个先给往下放，整个的往下搓下来，搓下来之后的话呢先做一件事，把这个轮胎从背后翻出来，它的这个轮胎藏在背后的造型我个人觉得算好看了啊。然后根据说明书的说法，如果你不想让它吃土的话呢就把它的头给转一下，再来的话呢就把这个部分往上搓进去。但是呢我个人感觉吧啊，就是这是极限的，就把它往上面，这里是扣，这里两个部件
挨在一块啊，已经是极限了。然后呢，把这个这个待会儿是要往后推，我们先摆到这就行了。我们先呢试着把这个脚手的话给解决掉，腰转打正，然后刚刚提过这个紫色的凸，紫色的凸扣进银色的凹里头，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。扣进去之后呢，我们这个手这个地方你把它转到这个方向，然后把这个黑色部件在这里，把这个地方给反折下来。这个是它的手部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啊，就非常简单。这个地方就直接放下来之后，这里有个凸根，然后直接扣进去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转动一下这个二头肌这个位置，然后呢，把这个拳头转到内侧，然后扣进来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个橘色的凸，要扣进这里有个黑色的凹，那就是利用这个先把车头给往后推进来，我们再把这个部件给放进去。这个没有办法卡紧哦，它只能够放进去了，只能够放进去了，因为它的这个边的话呢，只有两面挨在一起，没有到三个面。那我们这个脚的话呢，先把它给做个简单的合并。然后这个脚这个变形比较有意思啊，两腿合并啊，然后呢把这个部件两个地方也合并，然后呢往前面推上去，按到底之后，再把这个膝盖呢往上面折下来啊，这样子。它这个腿的变形是比较有趣的啊，就之前的话呢从来没有变过这样子的。那么呢这一款的话呢，它的一个最后两个配件就从这个地方扣下去。我本来以为是不是会补充在这里啊，没想到是补充在这个车子的后面啊。然后呢这个武器的话呢比较有点意思啊，它是两侧分开，从这儿把它给掰开。掰开之后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橘色的一个缺口。缺口的话呢就是要扣在车子的侧边，这里也有橘色的凸啊，所以它这个武器还算有点意思啊，也是有做一点处理啊。这一款的话呢就再一次印证了这几年来玩变形金刚的一个铁则吧啊，就是没有期待你是绝对不会受到伤害的啊，甚至还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惊喜啊。那么呢它的变形这样子算完成，那我的变形的话呢是可以让它四轮啊，不对对对，可以让它轮子全部着地啊，但是呢我总觉得它好像两侧是翘起来啊，我总觉得好像可以再把它压平一点，但是我怎么压压不到了。然后看在轮胎也能够滚动的情况下，我就不再做调整，但是我的视觉上我是感觉它好像没有很平整就是了啊，也有可能是错觉吧啊。那我们就看一下那个车子的大小。首先的话呢啊对了啊，这个是以前 Combiner World 时代，已经是五六年前的这个亚洲限定的这个莽撞啊。那我现在就让它退休好了，因为这么多年来它都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比例尺啊。但是你也知道啊，现在的 Deluxe 等级的话已经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啊，所以我们就让它退役吧啊。恭喜你啊，这几年来的陪伴啊，我们就换上这一款啊，这个网飞的这个生锈版的这个 Barricade。以后的话呢 Deluxe 等级的玩具的比例尺呢就换成这个吧啊。那你来看一下啊，这个以 Deluxe 等级的玩具来说呢，它还是偏短的，但是以宽度来讲的话呢好像也没比较宽，但是高度有了啊。那 anyway 它是一个已经是比较也算是小有一点小的一个玩具了啊。那涂装的话就是以银漆的话比较吸引人注目啊，然后其他的话就这个铁灰色的部分集中在后方，那拳头在后面，这是它比较大的一个破绽了。然后透明的一个这个挡风玻璃里头的话，因为银漆的话真是很显眼，看起来好像里面有个什么发动机啊，但其实不应该有发动机啊，里面应该是坐人的啊。从侧边来看可以看到人的这个，我们这个手还是可以看得到的。那么以一个小型的玩具来说呢，这一款其实毛病有了啊，主要还是就是这个脚人形是脚后面的空洞吧。那车型的毛病反而我觉得不是那么多啊，以一个Deluxe 等级玩具来说呢也不算太差啊，也不算太差。如果说行有余力的话，或者是说以后有特价怎么的，这个带回家啊也还是可以啊。最近这好像都变成废话了啊！哈，只要降价我们就可以买啊，这个可能也是官方玩具最大的一个保证吧，只要价格稍微便宜一点点啊，买官方的玩具是不可能吃亏的。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